你还有多久的命够你这样折腾啊？老衲再三叮嘱，只因你有独一无二的扬州脉，这才为自己留下了一城护心脉的内力。每动用一次，就会加速毒发，你为何就是不听啊？要知道，这碧茶之毒会影响脑子的。你这般聪明的人，若是突然变成了疯子傻子，我会很不习惯呢。哎。 你不习惯也得习惯，老和尚，你别说了，再这么说下去，我头都疼，也听不清楚你说什么。休要打岔。你若再这么妄动真气下去，这恐你难撑到半年光景。这半年就半年呗，先前的情形总不能叫我见死不救的吧？是不能见死不救，还是始终过不了乔女侠这关啊？老和尚，你可别胡说啊！ 阿冕如今是我找到师兄遗骨的唯一线索，我自然在意他们。唉，人死魂归极乐，善施主尸身今在何处？你何必这样执着？不如回来。你见过云比丘？我知道，你并不计较当年他受脚力桥的蛊惑，为你下碧茶之毒之事。碧茶之毒。 火云了！10年前，那狄飞生一心想与你战，可他怎么都想不到，他最后什么反招的，竟然是身中剧毒之人。那既然你都不在意他帮狄飞生暗害你，为何不回来呀？你自己不愿说，老衲替你说。你一直认为是自己一意孤行向金元盟宣战。 结果才导致四姑门五十八位英雄惨死，四姑门从此四分五裂。你不是无法原谅别人，你是不肯原谅你自己。说完了吗？你说完了，让我来说两句。嗯，老和尚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说说的老和尚了？啊，我不过觉得当这个李相夷实在是太累了。 哎，当这个李莲花不是挺好的吗？还能陪你喝喝茶。哎，你也别说了，现在这个时辰，你该给小和尚上课了，还坐在这干什么？要不然这些小和尚又该翻天了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